今年嘅四月确定伫台中去这个国家红阿车博物馆，啊，也未起好进程，先来举办着展览甲活动。年底进程先来推出着八大主题展览，啊，金万奖嘅台展嘛，第一届离开台北，刷到台中来举办，实现着十二月伫台中拄着台湾红阿车梦想。国家红阿车博物馆要来后，浙江筹备处办起记者会，伫咧会中宣布，新冠要去进行今年年底会先举办展览和活动。我们希望在年底开展以后，能够为台中和也为我们全国民众带来一个让大家知道，这就是一个台漫的家。不过，伫咧展览进行，伫咧园区内底，拢要先给整理过，可以当符合展览的需求。过去的博物馆是五点下班，然后就按下来，但是我希望它晚上还是属于民众的。即个嘛，公布国家红阿车筹备会系统设计，透过英文书写表现面部的表情，代表爱读书。明天进行会举办八大放假主题展览、三大空间的展演，还有金万奖大会，拢会头一摆伫咧台中举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